这就是为什么这段他一直说电必须扩大，必须扩大，必须扩大。今天你看看我们啊，嗨，我们啊，这个在享受主同在的范围多小，稍微一点事来惊动一下主的同在就失去了，对不对？像我刚刚讲，对不对？稍微听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宝要什么破产啊什么，哎，我们马上主的同在就失去了。然后就说，哎，你去提个门，提个门。当然你们还年轻，根本没提了的话就给你一个存折，空的。哎，我们都算资深同工了嘛，提了门没有？你还不去提啊？你傻瓜，国家要倒闭了，你还不提，对不对的？那你怎么不问我提问？我只有我关心你生死，你都不爱我。我也没有提，感谢大家是吧？哎，这个不简单哦，不简单。今天啊，这个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是圣所，只在我们的里面，或者在我们实际的应用里面是圣所，是吧？就是我家房间，那个我家里面那个祷告的房间。我跪在那边的时候，我才能理解。我出来一买菜，我出来一看报纸，我出来一找，主的同在就是。而你一想，主的同在就是。啊，这里一块，哦，你怎么忽然硬了？哦，那是痛痛啊，有很快的。哦，高高，主的同在就失去。我们呢，这动不动，我想就没有主的同在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主的同在要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的被扩大。扩大到一个地步，不只是你进到你的房间去祷告，跪在那里的时候，那是至圣所。应该扩大到一个范围，你做家事的时候，你买菜的时候，你在那里思考人生的方向、前途，打算思考儿女的问题的时候，照样满有主的同在。阿门。这个经历啊，至圣所不断的被扩大。阿门。至圣所的扩大，就是啊，说出基督在你里面更多的是一切了。阿门。在买菜的时候，基督有没有成为你的一切呢？在考虑人生问题的时候，基督是不是你的一切呢？哎，阿门不阿门啊？哎，我们上来考试的时候，基督有没有成为我的一切呢？哎，考试的时候还基督没有成为一切，我要考试的时候才没有基督嘞，对不对？预备的时候没有基督嘛，因为一直发抖啊。上来讲的时候也没基督，因为就怕忘。那讲完之后更没有基督啊，因为讲坏了就是哎算了算了，真是活得没盼望，死了算了。那讲好了，哇，这段录影今天一定要录的，然后护照好，让全世界都看见我今天考的多好，没有基督嘛。然后这个胆小的人就说下次不要找我，然后这不服输的人今天考坏了，这是失常，因为今天早上没吃早餐，明天早上再排我一场，证明给你看，我讲的也不烂，你看都没有基督啊。我这人有点好战，讲讲又跟你们打起仗，你们真不阿门啊，在这儿。感谢赞美主，我就说温和的话，我们需要的问题。我想我个人啊，在侍奉主的一个阶段，我个人非常反感。那时候我们在台北是不是一个教会，有一个很大的大学，然后跟我姊妹我们都是非常忙嘛，你知道，那是非常忙，教会我服侍那个很大的大学服侍。那里我们住的地方也是非常小，非常那不是教会，你不要讲，那个教不这就是这样嘛。那个主粮给我们住的地方很小，我们全家就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，连一个厨房都没有。那厨房怎么办？在会所嘛，就或者我们就是电子厨房，电子厨房怎么办？就是都是摆在我们家里面，微波炉啊，什么还有那叫什么炉？电磁炉啊，反正就是电子厨房。那洗碗怎么办呢？哎，感谢赞美主，我就是后面有一个门。啊，有一个很小的拐角，那里啊有一个很小的水槽，然后有一个很小的水龙头，然后那些那时候不是很忙，我姊妹从来忙，我也忙，晚上我去看望，回来我就陪学生交通个别的，因为他们人太多，我常常要陪他们，常常交通完到了晚上也就是一两点，那一两点之后夜深人静，连我姊妹也都跑掉，没太有什么事，就是夜深人静了，你不知道，哎呀，那一段是我至圣所。这是20年，大概快20年前的时候，我到今天念佛，很小的一个空间，昏黄的灯光，等等，然后小小一个水槽，堆得满满的都是锅盘碗筷子啊。啊，我一边在那个洗水，不是洗水槽，洗这个碗筷，一边啊在那里与主交流。哦，那真是我的至圣所。美不美？美不美？人生能够如此，夫复何求？哎，阿门不阿门？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至圣所要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的被扩大。在这里考试是至圣所，
坐着听是至圣的，对不对？散会走出去之后也是至圣的，不要一出去说，哎呀，我们去蓝月啊，吃个牛排好吧？你看，至圣所就消失了，只剩下牛圈，就吃牛排。好，这个到处弟兄姊妹，至终啊，必须要这个至圣所被扩大，扩大到一个地步，整个你的生活范围都是至圣所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我要告诉你。至圣所能够成为啊，你占据你整个生活的空间，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必须基督是一切，对不对？哎，对不对啊？我觉得我讲得很清楚，而且负担蛮出来的，可是大家怎么没反应啊？因为我轰炸得太生气了，是吧？必须基督是一切，对不对呢？当基督是一切的时候，哈利路亚，你就已经预尝新耶路撒冷。好，我想啊，这个可以了啊。那我们现在快点往下，这个第二，所以第二你就知道，这个就是撒旦来讲，神的殿，也就是这至圣所在你身上的建造和扩大，是多对他构成威胁。因为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二段就是说，第一，神要在地上得着一个地方，让他的子民敬拜他，见证在这地上他的权益啊。好，这边有几节经节都是非常有宝贝的啊。你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王上七章五十一节，这样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殿所做的一切的功都完成了。所罗门把他父亲大卫分别为圣之物，就是银子表征救赎，金子表征了神性，和器具表征了你要来经历取用基督丰富。所有的凭借，这就是器具，清楚吗？你吃饭要用碗筷，你享受基督要凭借啊，祷告是凭借，读经是凭借，导读是凭借，导言背讲是凭借，等等等等，这些都是凭借，对不对呢？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的府库里。换句话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什么是神的殿呢？神的殿就是一个地方，在这里啊，你啊满了各样的凭借，来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，这是神的权益的第一面。就是说出啊这个基督的丰富啊。那第二呢，什么是神的权益呢？祭司从圣所出来，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。你要知道，当以色列人在会幕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们整个的行动起行杂营往前往右往左都是靠着云彩。所以呢，这个神的权益的第二面是什么？就是关乎他的行动，云彩是跟着帐篷。好，第三呢，就是因着那云的缘故，祭司不能站立供职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。换句话说，神的权柄第三方面就是神的彰显，神的荣光就是他的彰显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啊，我们说到神的权柄，不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名词，笼统的形容法。神的权柄是非常具体。第一个，关乎基督的丰富；第二，关乎那灵的行动。就是云啊，第三关乎神的彰显，就是他的荣光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啊，你要知道这三样事在地上一直的被摧残，一直的被打伤，一直的被践踏。我们啊，要起来恢复这些，对不对？我怎么来建造神的殿呢？我要注意了，就是在这三方面。第一个，我要非常注意基督的丰富。第二，我要非常注意那人的行动。第三，我要非常注意神荣耀的彰显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姊妹，没有基督的丰富，我告诉你，你根本无从去跟随那灵的行动。你没有这样的供应和享受，你怎么跟随那灵的行动？对不对？没有啊，享受基督的丰富和加上那有份那灵的行动，弟兄姊妹，神的荣耀从何彰显？这三件事它是连贯在一起。好，那撒旦今天就焦急，他所有的火力就来啊打击这件事情。撒旦一直在争斗，要毁坏神的殿，有没有？好，下面啊，这非常大的一段圣经，你不要被吓到。其实很简单，第一段王下有没有？你就注意王下最后一节，王下二十五章九节，我们一起念一下，好吧？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，并耶路撒冷的一切房屋。对了，就这样吧。那这一段王下就讲巴比伦王怎么在那里啊攻击神的殿啊。然后跳过以撒阿记，我们再往下，但以理书很长的一段，其实不要紧张，就读十一章三十一节就好，找得到吗？他必起兵亵渎圣所，够了，这就好了。圣所就是神殿的称呼，清楚吗？当然圣所也就是啊，指着至圣所说的，这里呢是指着叙利亚王，懂吗？巴比伦王是表征撒旦，叙利亚王是表征以基督，清楚吗？好，第三啊，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二章，还有二十四章，我们读二十四章吧。
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找到，耶稣从殿里出来，正走的时候，门徒近前，把殿的建筑指给拿看，他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不是看见这些吗？将来啊，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。”那这里是指的谁呢？就是罗马太子提多，他来了毁掉神的殿，清楚吗？好，最后啊，马太福音啊，你们看见了，借着伸言者但以理所说，行毁坏可憎之物，站在圣地，还有帖后二章三四八节啊，等等等等，这个章，这里都是指的敌基督。好，我简单的说啊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神的殿在整个的宇宙中，它的存在是这么牵动啊，那个撒旦的敏感神经啊，听得清楚吗？这个撒旦兴起了巴比伦王，撒旦兴起叙利亚王，撒旦兴起罗马太子提多，撒旦啊兴起敌基督，对不对呢？甚至撒旦自己也在其中有份，他所有攻击的焦点不是你的福，不是你的力，不是你的平安，你不要那么紧张。这些东西该你的就是你的，不该你的你现在要也要不到，听懂没？他所有攻击的焦点啊，所有攻击的焦点啊，那个火箭、大炮、飞机啊，你还在那个群体呢？哦，我的存折，哦，我的你，啊，我的什么劳保什么，这他根本不理你的，他只管着还活着，他所有攻击的焦点就是关乎神权益的神的殿呐！你搞错方向了。哎，我们对自己的健康这么的在乎，我们对自己的利益这么在乎，哎呀，你搞错方向了。撒旦啊，不在意这些，你最好发大财，发到最后连主都不要。撒旦只在意。前后左右，里里外外，今天明天，今天明天，从巴比伦王一直到啊，这个什么那个敌基督，你想想看，这历经多长的时间？撒旦攻击神的殿是不遗余力啊！哦，你醒过来没有？这是宇宙中最战略性的焦点了。可以了吧？哎，有没有醒过来？所以啊，我们要搞清楚方向啊。好，那再来啊，我们去看这个第四，撒迦利亚书启示，为着神殿、神家的建造的恢复，基督乃是一切。这段是很宝贝的啊。第一，这里说到我们需要属天的意象，我看见神殿建造是恢复有关的基督。那第二呢，在一章七至十七节，我们看见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。三十六处的中间的意象啊，那这边呢，这个就是撒迦利亚有八个意象的第一个意象，听懂吗？这第一个意象主要就是为着安慰鼓励以色列，他们那个时候在一个低落被掳的光景，对不对呢？所以是在洼地，但是感谢主，这位啊完成救赎的基督，他在他顾惜我们的行动里是快速的，所以这里说是红马，对不对啊？听懂没？你消沉吗？你软弱吗？你没有安全感吗？你彷徨吗？听懂没？你要不要忘了，在你啊看不见的属灵的范围，这位基督他一直骑着这个红马，听着，他与你一同站在那种受委屈的洼地之处。他站在这边干什么？就是要给你四脚四降临一下，给你看见，你不要在那里不平，不要在那里翻腾，他在他的公义里面要替我们伸张，这是第二个意象，四脚四降临啊，没有时间在这细讲。好，这是这个第二个。那第三呢？哎，我讲这个，你知道要会应用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不是他不来，是你不接触他。你的心丧志啊，你胆怯啊，你怀犹疑的时候，你要转向他，你的眼睛就看见他来啊，临及你，在他救赎里的行动是快的。哦，我看还没喊主啊，你光哦，哎，他已经啊，骑个红马站在洼地。不要灰心，不要胆怯，不要失望，他打死不回答我。哈利路亚，有我在，我骑着红马。你软弱吗？我有救赎。你失败吗？我有救赎。你甚至都在骂我吗？我有救赎。我与你一同站在洼地。这些真的太宝贵了，这是撒迦利亚书的基督独一无二，在别耶稣你有看到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第三啊，
他二章一至十三节，我们看见一人手拿准绳哈，啊，这又是一组的意象的开头第一个，说到准绳了，准绳完了之后，连续三个意象，准绳就是为了量，对不对呢？这里有一个量什么？量神的城，也神的殿，清楚吗？在那里量这个神的城、神的殿的时候，就给他们看见，哎呀，虽然今天神啊的见证是毁坏的。但是呢，在神的这个命令里面，这个城啊要如开阔的地方啊，然后耶和华神说，我要做这个城的火墙，对不对呢？要在其中显出我的荣光，这是多叫人鼓励的一个意象。但是呢，他要用这个梁来宣示他的主权。第二，他量什么？大祭司约书亚。第三，他量什么？就是省长所罗巴。听懂没？所有的这一切的粮都是为着让圣灵在那个灰心失望的时候受鼓励，看见了神从来不放弃他的建造。我想这样这些就可以过去了，应该啊，你抓住这些重点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再来我们就看这个第五大点啊，第五大点你不要紧张啊，这边大概只有时间念过去，因为它大概就是讲这些丰富，我们来读一下好吧。作为撒迦利亚书中关于基督之先言的发展，马太福音和哥林多前书启示，为着建造教会做神的殿，包括万有的基督乃是一切。这次我们刚读到这个纲要，都觉得莫名其妙。全圣经不都讲基督吗？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要提出这两卷书？第一个马太福音，第二个哥林多前书。因为这个马太福音是一卷道理的书，道理，我们听道理这个词有点不喜欢啊，就是马太福音难了关于基督的道理，所以马太福音大概是很合适拿来啊启示基督丰富的，在正面里面。那第二，马太福音也讲建造，对不对？全新约第一卷主在那启示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，然后马太福音呢下面就是第一终点，你看这么多面的基督。那第二呢，相对的一个极端就是哥林多的这个书信，它是全圣经啊，就不是道理最多了，是问题最多的，对不对呢？哥林多这个问题多到，而且那些问题叫你啊头大伤痛。如果真有这么一个教会，我几乎会怀疑他到底得救了，因为他到最后连复活都不信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们行为一塌糊涂，那真是一塌糊涂。有人乱伦了，这个教会要接纳他，那就是然后就是他们在真理上的认知、信仰上的认知。那完全有问题啊！到最后，如果一个人连复活都不相信，你认为他是基督徒吗？对不对呢？这么严重的一个教会，你还有心情啊，在这里讲基督吗？这么严重的教会，我根本没有心情讲基督啊。假如今天我站在这边，弟兄姊妹，你们这个看表，那个望天，还有一个说梦话，还有人啊拼命玩 iPhone， 对不对？还有人啊拼命看，拼命就是哎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我要去吃点心了、啊。那我根本没有心情讲基督了嘛。那如果当然你们都是大人，如果你们是儿童班，我只有一个心情骂人了，安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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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不听话我就告诉你爸爸。他们瓜们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光讲安静安静安静有什么用呢？他会因为这样的蒙拯救吗？保罗太平了，他基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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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为什么这么可怜，这么荒凉，这么可知耻，这么的，就是因为缺少基督啊。剩下一点时间了，我们快速把这两卷极端的书啊，对基督的启示快速读一下，好吧？第一个，马太福音启示，为着教会的建造，基督乃是君王，活使教会，原子持定者，光一生新郎未改过的布，新酒牧人庄稼的主，罪人的朋友，智慧使人得安息者，真大路以便更大者，更大的约翰。并和国家最高以及他人人性复活得福天上地上所有的全民者。读完了之后还有没有力气说哈利路亚？哈利路亚！我告诉你，我真是没有力气，太丰富了，太宝贝了。我读完之后我就觉得像吃了拔费一样，连走路都还没力气了。哇，太宝贝了。好，然后呢再来啊，就是哥林多前书所启示的位置叫建造的基督。我们来读吧，身体基督，基督乃是圣徒的根，我神的智慧，神的王的公义，圣典和救赎，荣耀的主，神的奥秘，神建造的唯一的基督，我们的一点不叫你临时临水和水头身体出生的果子，第二个人
说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。没有话讲，只能说哈利路亚。对不对？对。基督是一切。对。在马太是为了建造神的殿。我告诉你，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，照样子的，他不是只是为了治病，好不好？开这些药方给你治病，这样是正常的，有点。哦，更是为着你也能来一同有份照顾的建造。好，那最后我们看最后第六大点，为了建造教会做神的殿，我们必须对基督有极重要的经历。这就是刚刚那个所说的器皿，要有精，要有银，还有器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啊有八大点，各分一半，头四大点都是说到你所需要的，清楚清楚？你所需要的基督，啊，是在。各方面怎么在各方面做了建立这个神殿建造的一切，然后第一终点他说到基督是建造的根基，哎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找到？第二终点说到他是房角石，第三终点说到他是顶石，最后说到他是各样的材料，是金银宝石。我跟那个时间说，这些东西你都不要当道，它都是经历里面要运用。换句话说，你的小孩是立基于什么身上？对不对？小孩的立基就必须是基督啊，不是在基督上面的立基，小孩到时候一定变成密根教，那不然就是吵架，那不然就是结党，太容易，因为小孩太自由了嘛。我们在聚会里孩子人都在，对不对？大家还不会在，到小孩里面没有基督，大家就放纵，那真会放纵，什么事都干不出来，包括什么。什么标会的啊，做子生意都会进来的，对不对？立基就必须是基督，第二连接的房角石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彼此的连接，也是一样。不是我请你吃个爱宴，你又送我一个鸡汤，对不对？这些东西都不是说不可以，但是你靠这个来连接，有一天你会吃自己的苦。你怎么建造会怎么拆，最后那个顶石就是完成。当我们这样来经历基督做根基做房角石。最后，当我们完成神的建造的时候，我会非常非常的喜乐，说这全然是主的恩典，一点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。这就叫当他们把顶石放上建造完成的时候，说愿恩惠，恩惠就是恩典，归于神，归于主殿，对不对嘛？好，然后呢，这一切都是在于那个金银宝石。那五六七八呢，就说到我们怎么来经历哈。为了建造教会做神的殿，我们必须经历基督做神给我们的智慧，就是吧？那个说到啊，基督是我们的智慧，对不对？这智慧里面包含公义、圣别、救赎，对不对呢？好，第六，为了建造这神的殿，我们必须经历基督做复活的大能。然后第七，为了建造教会做神的殿，我们必须经历基督的死，复活在死之前。换句话说，你若是没有对复活的认识，你怎么去死，对不对？那个死啊就没有价值，对不对？我们愿意舍己，愿意牺牲，愿意把自己放置在十字架上，愿意啊因着我们的死使教会的建造，那个能力乃是来自于我们对复活的认识跟享受。最后我们一起读好吧，为着建造教会做神的殿，我们必须经历基督的爱，对不对？最后一切我们要看见是乃是基督的爱。Thank you.